学记、礼记、发绿线求甚良，足以小文，不足以动众。就贤题远，足以动众，未足以化名。君子如欲化名成俗，其必有学乎？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学不知道。是故古之王者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乐命曰：念忠实典于学，其此之谓乎？虽有佳肴服食，不知其止也；虽有至道服学，不知其甚也。是故学然后之不足，教然后之困。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，知困然后能自强也。故曰：教学相长也。乐命曰：孝学伴，其此之谓乎？古之教者，家有熟，党有详，庶有序，国有学。彼年入学，中年考教，一年是离经变制，三年是敬业要群，五年是博习清师，七年是论学取友，谓之小成。九年之类通达，强力而不反，谓之大成。夫然后足以化名易俗，敬者悦服而远者怀之，此大学之道也。记曰：以子实述之，其此之谓乎？大学实教，皮变荠菜，是敬道也。萧雅易三，观其实也。入学古切，训其业也。假处二物，收其微也。为补地不是学，由其志也。识观而弗语，存其心也。幼者听而弗问，学不列等也。此七者，教之大伦也。记曰：凡学，观先事，事先治，其此之谓乎？大学之教也，实教必有正业，退席必有居学。不学操慢，不能安闲；不学博医，不能安师；不学杂服，不能安礼；不兴其意，不能乐学。故君子之于学也，藏焉，修焉，习焉，游焉。夫然，故安其学而亲其师，乐其友而信其道，是以虽离师父而不反。乐命曰：敬训勿使敏，觉修乃来，其此之谓乎？今之教者，深其瞻蔽，多其训言，急于数尽而不顾其安，使人不由其成，教人不尽其才。其师之也备，其求之也弗。弗然，故隐其学而极其师，
苦其难而不知其意也。虽终其业，其去之必速，教之不行，其此之有乎？大学之法，尽于未发之谓欲，当其可知谓实，不临节而失之谓训，相关而善之谓磨。此四者，教之所由心也。